局主办的台湾观光年历县市国际活动大 PK， 新竹县有全国艺名季和国际花鼓艺术节入围。活动目前进入网络票选阶段，为拼人气，花鼓队大小老婆携手出马，邱县长与多位议员、两位活动代表、一名庙总干事魏北宜、新瓦屋鼓队理事长林永贞全体总动员，呼吁民众踊跃前往投票支持两项客庄庆典。我们国际花鼓艺术花节全国一名气，把它冲入到我们观光年历里面，我们一起加油，一起支持国际花鼓艺术节以及我们的一名气哦，就差你一票。花鼓节以及我们一名气是我们新竹县的指标，希望各位乡亲踊跃投票。我们希望全国所有的客家乡亲哈，这次哈都能挺身出来哈，网络投票支持我们传承200多年的一名气。新竹县国际花鼓艺术节以及这个新竹县一名气呢，大家不要忘记，就差你一票。即日起至11月26号，上号好玩台湾活动网站。申请会员为全国艺名季和国际花鼓艺术节活动投票，完成任务后加入脸书好客竹县好客茶粉丝团，在粉丝团页面留下投票留言，就有机会获得奖金30000元，还有脚踏车、SHE 签名海报、六福村免费门票等大奖，天天都能投票，投得越多，中奖机会越高哦。